家好，我是圆山饭店牛排管理班叶素玲。第一夫人蒋素梅女士为了接待国际贵宾，所以创造了圆山大饭店。那蒋素梅女士她也非常喜欢吃牛排，所以也成立了第一间五星级饭店的牛排馆。那暌违了22年之后，我们在2016年重新开幕。那最主要我们是提供美国的自然牛及黑牛所窑烤出来的特制牛排，重现当年第一夫人蒋素梅您最喜欢的经典牛排味道。那我们这边提供的是 semi buffet 的方式给大家。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美国 prime 等级的牛排，那里面有菲力、有老饕、热眼牛排，都很深受大家的喜欢哦。你好，我是圆山牛排馆主厨曾嘉欣。美国牛肉呢，本身油花分布均匀，口感软嫩。它本身呢是用玉米来饲养，没有炒腥味，不需要过多的烹调手法及调味呢，就可以发挥食物最好的美味。那我们的牛肉呢都是 prime 等级，厚度呢也都是非常的厚实的，吃下去会非常的过瘾。那像是窑烤的美国热眼牛排呢，就是许多来这边的饕客必点的美食之一。推荐大家使用美国牛肉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顶级的食材，适合各式各样的烹调手法，推荐大家使用。